你的击溃星，如果击溃星是在年柱或者是在时柱，它代表的就是只有八分嘛，除非你是在月令嘛，才会叫十六分嘛。那十六分你都变生三，像你本在上是要分三分，不是分，不是前这个分两分，那这个是分三分嘛。那三分它的分数，比如说像地支是十六嘛，对不对？第二柱那个十六嘛。有啊，地支在地这里是十六，对不对？对。那十六我就要拆成三组了，变成本来是那些八分的时候是五二一嘛，那十分的话就是 double 嘛，就是十四二嘛，这个公式就是这样的。固定的，对。只要是只有一组的，就是直接拉下来。只要是那组就是五三。那是个认土还是认那个位置？十六，比如说十六，十六就是这个位置而已，就是月令而已。月令的，除了月令是十六，其他都是。不管他，如果今天月令这个地方是卯，啊，赶快马起十六分啊！有就是十六分就对了哈，就以位置而算。这个位置是十六啊，其他就是八八啊，这里应该都是。啊，本气就是十分就对了。你如果是在月令，本气十分哦。本气十分，然后那个这个是中间那个两分都十四分了，天哪！所以这张你等于就爱各回位置咧吼，因为这我都讲上久吼。对。好，好，那呢我们就开始来谈。好，再来就是来翻开第三页讲义哈。第三页讲义哈，我们先看最下面哈。在转运金牌就是说七字八字奇门遁里面最着重的就是在所谓的天干跟地支的合化合化冲这三个要件而已。天干五合就是甲己合化上面图啦乙庚合化金这就是你们大概自己要了解一下东西公式弄在这六合再来三合再来是半三合再来是三会再来是六冲。好，那各位先了解一下哈，所谓的三会哈，三会是第一名嘛哈，它的力量哈最强，再来就是三合，再来是半三合，再来是六合。所以呢，等一下在实地应用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去用到三会，你就要用三会，再来你就要求其是三合，如果三合找不到用半三合，半三合找不到再用六合，但是。所有的几乎啦有七成的学八字的人他都会先用六合，因为六合小合鬼是最好背啦，但是这样是错的哈，尽量用这个这个公式，三会三合半三合六合那这个的合会你们大概都了解哈，我们就开始来正式来讲这个八字奇门遁甲的第一项哈。好，各位我们先看一下讲义第三页哈。八字为本身带来，为本身带来，所以命是不能改的哈。这就是背离，我都改哈。以前生的哈，那要合婚的时阵哈，然后现在的背离拢会互人听着对吧？好，要合婚嘛。结果迄阵看了是讲，你这哈家道平气少手哈，可能结过哈，会去用修理噶哈金闪闪哈，没有查某囝，恁查某囝哈要结过较好咧哈，咱个改一个背离，改背离有效无？上面的无好，所以你就唔爱画。本来是上面孤寡，上面的寡数孤城，上面写着什么一大堆、几大堆，因为你甲八字改落去，伊过的命运有改变无？有改变啊！因为因大家大官都看开，会起这个女孩子，所以对，就是感觉嘛。即使他的命是没改，但是运已经改了。我讲你黑查黑了这上神煞的看咧，足歹。我讲这个媳妇绝对袂得大官大家来听。阿家老师，伊就讲，这今天看起来无讲介好呢，因为佫提起用风，你知无？然后怎么样？他还会去弄，所以说以前哈、看到真的不好的老师，他会稍微建议一下，我给你改这对应命运哈，温度改变，但是对应命无改变，他就会稍微帮他调好一点的八字啦，因为他是要希望他嫁过去比较好，那这是一个心灵的医疗嘛，对，一些感冒哈。可能爱食一条万二块的药啊！你若食迄七，吼，迄个健保的拢无效啦。你一定，你若是好家人，你绝对开万二块的。因为钱不是重要嘛，身体好嘛。因为即使赶快啦，
好，维他命嘛是拢开甲管，所以这是一个尴尬啦哈。好，那我们不是讲求迷信，我们只是说这样的一个理念让客户通了，其实他观念通的，个性改了，其实改运就成功。观念哪通啊？探钱是金马通哈，观念哪没通哈？咱这些标语底下啊，这两个两公哈。哦，观念没通了，都爱改个性来哈，个性来改哈。认主的学习谈来赛，我们就开始来谈一下，命不能改，运可以创造嘛哈。啊，八字中哈。有食神哈，有六个神哈，啊，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哈。那偏神哈，也代表的就是劫财、三官、七煞偏印的哈。那转印金牌的应用原理，我们来谈第一项条件，就是八字中有过多的正神哈。原则上正神就是属于，你们看上面哈，正神就是比肩食神哈，正财的哈，啊，正官正印的偏财不属于正神啊，但是我在这里把它归类为偏财，也算是好的神，因为哈。人讲若无偏灾瘟吼，啊，即世人要好业有较无遐侪机会，因为偏财所代表的就出入较大吼，那我把它归类在正神里面。好，那第一项要件就是看来转印金牌印历的这一张吼，你这一张甲下底歪印吼，如果说你们有需要做到这里，你就直接歪起吼。好，这一张命历就是来谈吼，你们看最下面的，好，正神过多，这个叫做正神过多，来。看一下这一个命例里面哪一个过多了，哪一个神过多了？我这个软体都是已经把它标出来了，哪一个过多？食神，对不对？那这一个讲义第三页的讲义里面是不是写正神？食神就代表正神，对不对？好，那我们看这个人，这个名牌贴来咱这里看嘞，咱就知影讲他的正神过多。好，啊，正神过多。来，我们就看一下第食神嘛，对吧？哈，食神有三粒哦，超过两粒以上拢伤多啊啦。好，啊来啦，我们就看一下讲义的第五页，来这一本白色讲义嘛，第五页。我这个大概就先带一个哈，一个命例做鬼都会供他避免哈。第一，优点，如果这个人的食神只有一颗或者是两颗，我们可以铁定的就说你是拥有这些优点，本命中带有很斯文哈，你为人很友善，看起来很有气质的哈，啊，心里面也有欢喜心哈，做事很有计划，也喜欢创新，哎，做人主动，啊，你干嘛沟通要做会，做代志够计划性，好，啊，心思那些意思，心思不是技师哈，干不是，心思细腻啊，心不是嘛，那思对了哈，哎对了，心胖对了哈，好。这个下次再改一下，好，心呐、啊，心思很细腻呐、啊，对，啊，做人哈、哦、有理念哈、哦，有足够的动能，有赚钱的能力，哦、啊，凡事按条理走，哦、啊，也叫有口无跟。